长时间在医院接受重症治疗的小朋友，会失去很多和同龄小朋友应该有的经历，包括同兄弟姊妹、朋友相处的机会，甚至连翻学都可能变得很奢侈。他们会失去自信、生活的自主，甚至对未来失去希望。治疗和康复的过程漫长，而且一点都不容易。一个病颠倒了小朋友和家人的世界。一家人需要面对我们难以想象的压力。有些父母会跟我们说，我宁愿病那个是我，而不是我们的小朋友。我们医生可以处方药物和疗程去治疗病人身体的不适，但是心理健康其实是同样重要的。小朋友是需要有希望去对抗这个疾病，透过实现他们自己许下的愿望，可以帮他们重拾勇气和希望，积极面对治疗。愿望的力量有别于一般的药物治疗。我见过一些小朋友在实现愿望之前，他们的态度比较消极，愁眉苦脸的样，但是当他们愿望成真之后，好像变了第二个人一样。重拾笑容之余，他们的斗志力和自信心都回来了，这些是药物疗程给不了他的。有些小朋友为了我们快点实现他们的愿望，会变得更加积极接受他们需要的治疗。愿望成真的经历也都令他们暂时可以忘记治疗的不快，在难过的日子当中创造不生难忘的快乐回忆。所以我认为每个重病的儿童都应该值得拥有一个改写生命的愿望。实现重病儿童的愿望，不是要改变他们过去，而是改变他们的未来。愿望成真，给他们勇气去打仗，甚至他们好翻长大之后，成为他们迎难而上的动力，对未来有更清晰的目标，人生是会变得不一样。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个愿望。愿望就是希望。Thank you, make a wish.